贵宾以及我们的家长各位的家属跟贵宾在这一个庄严肃穆的一天，能够齐聚在228暨我们的人权纪念馆，一起来缅怀跟追思。228事件源自于当年行政官署查缉私烟，因为冲突规模扩大，后来才衍生了许多的憾事。从事件发生到今天，也历经了73年了。对于事件受难者及家属来说，伤痛真实存在，记忆也依旧历历在目。在这个此时，我们跟在座各位感同身受，也希望借由和平纪念活动的举行，表达对于228受难者及其家属最诚挚的感念跟关怀，抚慰受难者及家属的创痛。前县府也正积极的在选址中，我们希望借由纪念碑的一个成立，重新凝聚社会各界对于这个事件的认识理解，也期许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祥和的一个未来。最后，我想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出席，那因为有你们的莅临参与，才能显现出活动的真谛跟含义。这边特别要谢谢文化局对于228事件史料的收集以及保存，228暨人权纪念馆里面展示了发生在我们彰化县的相关的档案跟照片，是珍贵的文化宝库，让我们借由文献史料来了解228事件的之余呢，也用自由祥和希望的理念来看待历史赋予的深刻意义，迈向互相尊重包容有爱的未来。借由省思我们这个历史伤痛，那让大家记得228和平纪念日存在的意义，大家都要能够汲取教训，这个伤痛才不会发生。我们用的是我们的白色纪念百合，百合花呢，它的纯洁跟雪白就是象征着我们的平等、纯洁与高贵。那希望让这样子的精神由在座的各位把这个信念带回去，传递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台湾的自由与民主可以永远存在，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到我们的祈福纪念馆，写下我们对于自由、祥和与希望的理念，希望呢，这样子的精神在我们的祈福仪式留下一个足迹，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个历史的伤痛，不要再让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来举办咱228的这个纪念活动哦。那伫73年前因为呢这个228事件造成了真济的这个家庭真大的这个变故，所以政府
特地228这天做我们这个国殇日，所以我们在这一天也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大家对228的一个这个不舍。那去年我们的林理事长呢有特别交代希望说未来我们中华馆可以来建立一个228的纪念碑。那我们这几年充分跟地方在沟通，有选定了两三个地方，那也请这个林理事长去做过看看之后，那他觉得可以的地方，我们会努力再来争取经费，来把这个228纪念碑纪念公园给他这个完成，让228能够呢变成大家的一个这个警惕，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由的可贵，那把过去的伤痛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借鉴，也期许大家能够珍惜现在的民主，更加的阔步往前走，让我们未来能够更加的自由、祥和、平安，日子更加的这个好。